看看新闻网。从电视剧《大汉天子》开始呢，黄晓明可算是踏踏实实晋升到内地影视圈的一线小生。不过除了演戏拍广告，黄晓明可是身兼数职，当然了，这收入也是没少挣。那到底有多少呢？我们来听听黄晓明自己怎么说。华谊的股东，黄晓明工作室的大老板，还有和李冰冰人权合伙开的火锅店，晓明哥这个称呼看来是过时了，是要尊称一句黄大老板了哟。而日前在接受某香港媒体采访时，黄老板也是大方承认身家过亿是肯定的，最近投资的红酒生意也很好。不过细细算来，2009年华谊兄弟上市的时候，持有180万股的黄晓明的身价早就暴涨到1.27亿，而且晓明哥还是一位相当大方的老板嘞。现在什么送什么东西都不如现金来的直接，所以一定是100万以上的现金。奖金发的爽快，投资也不吝啬。日前黄晓明就表示，他已经买下了作家郭敬明小说《幻城》的版权，看来有黄老板做监制的电影《幻城》是指日可待了。